看准一种这个善化。如果你的相聚当中有了这样的事情呢，心梦回到你是不能这个摧毁的，也成为世间的这种因果的出处。如果没有这个修成这个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其他的一切现状和你做的这个修法呢，功德不可。下面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菩提心的修法。양지진보르조르니미장존네모논진보르나갸다바카르다르곤잔도셔르마도톰바투제잔라기샴사르메진저월제니장감스저월투기신라야라만지메반소장라소라데곤제토밤보신지로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今天呢，利用这个时间呢，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因为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呢，如果我们讲的比较广一点的话，那就是内容就比较多。但今天时间惯性，我是就是略讲啊，就是略述。因为我们大概在半年以前呢，要求大家每天早上都要观这个菩提心啊，就观菩提心，最少也是要半个小时当中要修心。但是因为当时我也时间比较忙，就没有详细的怎么样观修啊，就没有讲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呢。就到底怎么样观修，就这个问题上面，是比较这个茫然啊，就有些人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刚开始呢，就是想修菩提心，但到底这个，怎么样修啊？有些人想啊，我要今天帮助众生啊，利益众生啊，就这样想一想就可以了。有些人呢，就是观到这个深意菩提心，就是空性方面去了啊，就这种现象呢，就是最近比较多，所以我想呢。就是今天呢，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就是说一下这个观修方法。那么，首先就是给大家也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这个观修这个菩提心？因为，这个菩提心呢，我看我们很多人就是学过如心论，学过就是其他的大乘论典，在我们所有的修行当中呢。这个菩提心是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没有这个修成这个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其他的一切现众和密宗的这个修法呢，应该就是功德不大啊，就是功德不大，很有可能呢就是修偏了啊，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首先一定要了解这个菩提心，你了解菩提心之后呢。就光是了解不行的。现在世界上很多人呢，对这个佛法的这个了解的层面上就可以了。其实学佛法和心佛法、修行佛法的情况都不相同的。有些人呢，就信佛法，信佛法时你就知道啊，这个是存在，就是这是叫做是信佛法。然后学佛法呢，你是在字面上或者是有些理论上呢，就了解，就是这叫做这个学习佛法。行佛法的话呢，那么就是不单是你相信，还要知道实际行动当中真正去做啊，就这个概念是完全是不相通的。就所以说呢，
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企业的话呢，首先根本不相信就是这种企业是存在，但后来通过各种这个方法呢，就是已经你相信了有这么一个企业，就这叫做是这个信啊，就是信它。然后后来呢，了解一下它的整个建筑啊、规模啊、它的设施啊，那么这叫做是这个已经了解，就是就像相当于是学佛法一样。最后呢，不仅是我要这个相信，而且我自己真的要去做啊，就是从这个企业开业到就是发展，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呢，自己掌握之后，实际行动当中去做，那么这个就才叫做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佛法。所以我们现在呢，实践当中有些根本不信佛教的人也有，有些稍微信一点，有些呢就是信一信，学也学一点，但是实际从来没有这个修过。最关键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要修佛法啊，就是修行佛法。修行佛法呢，在你的这个信上面，你所了解的知识是再三的去传习，再三的去这个修持，就这就是这个修行佛法。所以我们很多人呢这个菩提心啊，就是从字面上也知道，如菩萨心的一品里面，刚才很多这个居士也背了啊，就是真的是这个功德非常大，就是这个已经知道了，然后这个文字上也明白了，但是我们修了没有呢？没有修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佛法的真正的结果呢，就是体现不出来。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在座的各位呢，就一定要这个在心佛法不行，学佛法不行，还要这个修持。没有修持呢，你临死的时候，真正的佛法在我们这个心里就不能就是体现出来它的这个效果。它的这个效果，为什么现在实践当中是在理论上讲的天花乱坠，可是自己的这个相续呢，就是跟这个佛陀所说的背道而驰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去修持。因此我非常这个希望呢，我们这个大家就是一定要这个修行这个菩提心，因为这个菩提心呢，来这个摄持我们所修的法是到底是称为大乘佛法还是这个小乘佛法，这是我以前也是提过很多次。不管是我们念佛也好，参禅也好，或者说是做防身当，就是做功德，这个功德的本体上，比如说我们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的这个词呢，就是上面就是不分大乘和小乘，但是如果我们以处理心来摄持的话呢，这是成了一个小乘的这个念佛法门。如果我们以菩提心的这个心来摄持念阿弥陀佛呢，就是成了这个大乘的这个法门啊。就是所以你光是这个，我今天在佛面前磕头供灯啊，磕头供灯的话呢，磕头和供灯上面不分大乘和小乘，但是我们这个关键是这个善根成为大乘佛法还是成为小乘佛法呢，就决定这个他的心态啊，就所以这个心态是很关键的啊。我们三个人就是今天就是在佛像面前供灯烧香磕头，有一个人呢就是为了就是今生当中得果报啊，就是家庭平安啊，顺利生意这个兴隆啊，就这样。有一个人呢就是向自己获得这个解脱，有一个人呢为了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而这个发愿。可是表面上看到我们三个都是供三盏灯啊，供三支香啊，磕三个头啊，在佛像面前这样的话，表面上看到我们三个人的这个功德是一模一样，可是这三个人的不同的这个三种法性呢，就是他的这个法门呢，就是变成了就是世间和小乘和大乘，就是三种功德。所以说我们这个修行呢，在修行过程当中呢，真的这个非常的这个需要这个发心啊，就是发菩提心。藏传佛教当中非常伟大的这个修行人成就者伽梅仁波切也是这样这个说过，说是我们密宗当中的精神成就也是，实际上菩提心是作为真正的因，然后密宗的方便方法呢，就是作为他的这个愿啊，就是作为他的这种愿，就是并不是真正的因。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藏传佛教里面为什么是有这个精神成就呢？这也是是离不开菩提心的。那么寒川佛教当中的净土宗和禅宗啊，这些呢，一定要就是我们非常明确的说，不能离开菩提心。如果离开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整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种三藏十二部经典当中呢，离开了菩提心的一种大乘法门呢，就是绝对是找不到的。
就这一边是你不能说是真因为我是参宗的，真因为我是净土宗的，我的这个法师肯定是大乘的。你为什么说是大乘的？是大乘的话，那一定要这个菩提心来这个摄政。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首先一定要知道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如果你知道菩提心的重要性的话呢，你会这个修行。那么我们具体修行的时候是怎么样修呢？应该就是这个窍诀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归纳起来的话呢，按照这个无垢光尊者的大圆满清净修习，华智仁波切的大圆满虔信引导文的这些教言呢，华智仁波切的传承弟子堪布阿冲的这个大圆满的笔记，大圆满虔信引导文的笔记当中呢，也有这个窍诀性是来就是宣讲过。然后禅门仁波切的一些善法里面呢，也有就是讲了一些，还有我们的这个阿底峡尊者呢，就是也讲了一些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行方法。那么我今天呢，就是就顺便就是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这个这几个结合起来的这种次第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修菩提心呢，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实际上是愿一切众生获得无上圆满佛果的这样的心态呢，就是菩提心啊。昨天有些道友也说了，有些人菩提心呢就认为是非常简单，就是这早上这个心主住啊，吃饭住路，就是全部都是这样以利他的心来设置的话，那就完全成了菩提心。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这个菩提心是非常困难的，只有的禅宗的一些明心见性或者空性的境界一合呢，才能可以这个升起，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呢，这两个都是也稍微有点这个极端啊，就是稍微就是多入一种这个极端的变。那么我们应该就是不能认为是所谓的菩提心是太简单了。太简单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的一些这个凡夫人呢，就是谁都就是能想得起来的话呢，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然后也不能认为呢就是太困难了啊，就是这也不是，因为很多的高僧大德说是一地菩萨的境界还没有得到，但是自相续当中菩提心可以产生的啊，就这个是很多教言当中都很明确的这个说了。所以我们修持的时候呢，首先就是必须要以这个四无量心的基础上修行。啊，早上你们起来的时候要观修呢，就是先四无量心开始。那么四无量心，在座的各位都应该基本上的了解啊，就是就慈悲喜舍啊，就是这无量心。为什么他们是这个无量呢？因为我们修这四种心的话，功德是这个无量的，果报也是这个无量的。一般的这个没有就是大的这种心量的话，那就是没办法这个修这，就是所以它有这个无量的这个功德的原因呢，就是叫无量这个心的。那么这四无量心呢，我们以这个案例来讲呢，就是先修次无量心、悲无量心、舍无量心、喜无量心，就是十悲七舍，就这样来修。但是华智仁波切呢，就是以这个窍诀的方式来先修舍无量心，然后修悲无量，然后呢修这个次无量，就是这样的这种次第。为什么这样修呢？原因就是如果我们先修慈悲的话，那就是很容易就堕入一变，所以先应该就是舍无量心开始修。舍无量心开始修的话呢，什么叫舍无量心呢？舍无量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对自己的亲人是很关心的，对原地呢就是一点都不关心啊，就是一点都不关心。比如说我的亲人呢，就是今天就是遇到一些麻烦的话呢，我全力以赴的去帮助他；而我的原地呢，如果遇到麻烦的话呢，就是我不但就是不帮助他啊，反而可能心里是乐滋滋的，就是哎，该活该，就是该这样的。今天遇到这个如何如何了，可能有这样。那这种心态存在的话呢，我的相续当中有没有真正的菩提心呢？就没有啊，就是没有啊。当然，我们凡夫人是完全从种子上面不能断的，但起码也是对这个众生遇到任何一个众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去有帮助的这个心啊，就是我对这个亲朋好友呢，就是不一定有特别的这个执着，而对这个冤敌呢，也不能有特别的这个憎恨。意思就是说呢，对冤敌就是没有这个憎恨，对亲人呢没有贪欲，这两个呢就是完全的是平等，就是这叫做是事无念心。那么现在我们做不到。那现在我做不到的话呢，我通过这个修行来就是修。那么修的时候，首先我从观想的时候呢，就是一般自己的亲人在左边，然后这个圆体在右边
就是这样观想。观想的时候呢，就我就如果可能我的敌人就是坐在这儿，我的母亲坐在那里的话，我坐起来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就面就是朝向母亲这边，就我不愿意看敌人，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对他有意见，就是我对母亲呢有贪执，就是这样的。但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这两个这个同样的这个对待啊，就是同样的对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可以这样向所有的众生呢，就是无始以来都是当过我的这个母亲啊，当过我的母亲，当过我的这个父亲，这一点是有丰富的矫正。所以噶当派的很多的高僧大德的话呢，先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种七种教言呢，首先是这个知母念恩报恩啊，就这三种这个窍诀。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知道是任何一个众生呢，都是当过我自己的这个父母，就是在千辈子的千辈，在整个世界当中呢，就是佛陀在这个大乘经典当中也有丰富的矫正。刚想起来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是有点不可能的事情了，但实际上呢，我们不可能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呀。那这样之后呢，我要知道是所有的众生呢，的的确确也是当过我的这种母亲，有些呢就是是前世的这个母亲，有些呢就是前世前世的这个父母。啊，这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有一点心里想不明白，就是想不通，就是但是呢，你通过辩论啊，通过再三思维的话，逐渐逐渐就是心里呢就是会容这个接纳的。一当过自己的这个父母的话呢，我为什么就是对他就是有这个意见呢？有这个嗔恨心啊？就包括我们这个今生和前世的一些业缘的话呢，这个是亲属的关系是。的的确确也是不能这个决定的。我认为是他是我的亲人，我应该对他很好，他是我的原地。其实原地呢就经常变成亲人，亲人呢变成这个原地。以前藏传佛教里面就是不是那个国王赤松德政啊，国王赤松德政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的公主呢17岁的时候就是已经离开世间。后来他见到莲花生大师的时候呢，他说是我的这个公主呢很有福报的，他已经这个转生于我的这个女儿，而且呢就是又见到了像佛陀一样的你们的这些大智者们。但是呢他的寿命那么短，就为什么17岁的时候都已经死了？后来莲花生大师通过宿命通呢就发现，就是他就说到，就是你的这个公主呢并不是因为福报而到转生为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女儿，因为她呢就是有前世的这种对你有仇怨。当时就莲花生大师就是他说我们几个呢就是在尼泊尔就是准备修那个夏荣大塔这个佛塔的时候呢，在你的这个将上呢就是有一个毒凤啊，就是就印着你的这个血，那个时候你在无影当中呢就是把这个毒凤打死了。其实这个毒凤呢就是现在转生为你的这个女儿，所以我们现在有出演的这些呢就变成就是往往就是以前的这种就是有些是变成父母，有些是变成这个女儿。寒川佛教里面也是有的，以前那个净土宗第那个是一组吧，就是应该说是叫那个新安，就是新安大师，他的这个劝发菩提心的有些教员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在南京的有一个人呢，就是他是那个就是养鹿的，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一次偷东西啊，就是偷那个，然后用鞭子来一直缠着，但那个鹿呢实在是这个做不动，就做不动呢，就是最后他心里面一直哭着，然后呢，就是因为他的业力就是稍微这个渐进，他通过吐梦呢。就是晚上在他的梦中，就是知道是这个鹿呢，就是实际上是他前世他精神当中的母亲了，就母亲呢就是转世为这个鹿，就是他后来就是在梦中也是说了，我以前就是托你的这个父亲的4两银子，就是寄生当中变成这个鹿子，那现在我这个年龄呢就是稍微减轻，然后呢我又这个狼你就是给你托梦告诉，后来那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后悔，就是自己呢不应该虐待自己的这种家畜，还有这个。有一个人呢就是杀猪的时候，有一天呢就是特别废的一个猪呢就根本就是拉不动的时候呢，他就实在没办法，在那个时候文殊菩萨就是出现啊，就是然后显现一般的一个人，然后在他的这个那个拉不动那个猪面前呢，他就悄悄地说了一个他父亲的名字，那么这个猪呢就是乖乖的就是跟着就是他去了，后来呢就是知道是他所杀的这个猪呢实际上自己的这个父亲。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寒川佛教也
也好，藏传佛教也好，很多这个佛教当中呢，一切众生当过自己的母亲，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种这个亲属啊，自己所杀害的众生呢，自己的冤敌呢，应该都是自己的这个父母，就是前世或者前世的前世。但是我们没有宿命论，我们的这个不知道，所以我们通过很多的这个道理呢，最后对亲人呢就是不生这个贪心，对原体呢就是不生嗔恨心，这两个呢基本上是可以这个平起平坐。到达这样的境界的时候，是无量心就是修出来。其实我的这个我执呢，我们都可以这个扩大。我们现在是根本不行的。比如说我们比赛的时候啊，比赛的时候，如果家庭与家庭之间比赛的话呢，那么我相信我这一家就是一定要战胜了，就是我所呢就是在你的这个家庭的范围当中。如果村子与村子之间比赛的话呢，那么你的我所就是进一步都扩大了。如果这个杭州和这个北京就是比赛的话呢，那么你的我执呢就是在杭州就是这一块了。那么如果中国与美国比赛的话呢，就是那么你的我执呢就是我们国家什么什么什么。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执呢，就是一直就是自己的跟着自己的执着去做的。如果我们把真正去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敌人也是我的，那么父母也是我的，这两个从道理上呢，就是完全是可以这个拼的啊，就可以打拼的。如果到了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呢，你这个看见敌人的时候也不会就是对他有害心，看见那个亲人的时候呢，不会有贪，两个都是完全贪嗔呢，就拼着，这就是摄无量心啊，就是一定要。就是先修这样，当然我们现在完全要能达到这样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的，但是逐渐逐渐呢，真的是这个比如说你修了这个一段时间，一个月啊，两个月啊，这样以后很明显这个效果就是可以这个出现的，就这是十五年性的修吧。然后我们修背无量心，那么背无量心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愿自己三界轮回当中的可怜的众生都获得，都离开了痛苦，就这就是悲心。那么悲心的时候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知道就是一切众生都是当过自己的这个父母啊，当过自己的父母，就这叫做是智母。然后呢，我一定要就是想报答，就是他要了知他的恩德。当父母的时候呢，他有给我这个给了生命，给了这种这个如身。还给予呢我什么呢，就是财产、地位、名声，以及呢就是我的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知识。所以呢就是父母对我来讲是恩德是非常的，应该知道了这个恩德。然后呢就是报恩，要报答这个恩德。报答恩德呢，作为我们佛教徒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啊，就很重要的。有些人认为是啊，这个学佛呢，就是对父母都一点都不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包括释迦牟尼佛的话呢，对父母是非常的这个，就是感恩的啊，就是这是我们这个看见佛传以后也应该知道。为什么呢？有些人认为啊，你出家以后啊，你学佛以后对父母不，其实是报答的方式不同。但报答的方式呢，就是更深一阶，也应该可以这样啊说。佛陀当年也是是。佛陀那个成就以后呢，就他回到这个迦毗罗卫国，对自己的父亲当这个宣说了这个佛法。后来就是母亲这个圆寂之后的话呢，那么就是到这个三十三天为母亲这个说法。当时那个鸡饭王圆寂的时候呢，就是阿难就是准备以堂底的这个方式来准备护棺，就是护那个就是棺材。然后那个罗诃罗呢，就是他以那个张顺的这种名义呢，就是准备护棺。但是呢就是佛陀都不开心，佛陀说我这个为呢就是实现这个众生的这个护住，对父母就是报答这个父母的恩德呢，我亲自就是护那个金饭王的这种这个棺材到这个火化场去的。所以说呢我相信我们就是包括这个佛教徒呢，就是也不能就是认为是不报恩，就是报答恩德的这个方式的的确确是不同的。汉传佛教里面的比如说那个顺治皇帝的这个过世啊，就是余宁过世，就是他的有些历史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别人对他的这个供养的这个钱财呢，就是他分为这个五分啊，就一分就是供养佛，一分呢就是引发本，然后一分呢就是他自己享用，一分是他就是供养这个母亲，另一分呢就是结缘给这个众生啊，就结缘给众生了。那么以前我也讲过，就是黄檗禅师的话呢，他也是说了，就是说这个一人出家呢，就是九祖这个圣天，如不圣天，这个佛属妄言了。
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不管是这个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应该说佛教的传承来讲是对父母是非常的这个就是报答这个恩德啊，就报答恩德。被无念信的时候呢，就是旁边的这个原地和父母那就不用管，就是只是首先呢就是管一个一般的这个就是自己的父母啊，就是管在自己的前面，先管一个众生，然后就是管这个平等的众生啊，就一般的普通的这个众生，然后呢这个范围就慢慢这个扩大，就是我的这个母亲呢，如果真的在造宿痛苦的话呢，多可怜，我一定要想尽办法救他的。然后这个观完了以后呢，就是我普通的对我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众生观，然后呢就是我的愿力，这样如果这个观修方法已经成功的话呢，那么就是我的这个范围呢就是越来越扩大，就是整个这个人类啊，就人类当中呢就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就这样的这个观想，这样观想给我来自这个所有的众生呢，我就悲心呢就是就可以观得起来，就是这是悲心啊，就悲心，就是所有的这些众生的痛苦啊、恶业啊、就不愉快的所有的事情呢，就是以气体的形状来，就是进入我的身体，我自己呢代数这个三界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众生的这种痛苦。其实这个很简单的。那么这个，如果你们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就是一直这样呼吸的时候呢，一直这样修啊，就是那么刚才我们。这个所有的快乐就是让这个众生获得呢，就是叫做是次无量心。其实这种次无量心呢，就是功德是非常大的。就是如果你的相续当中有了这样的次心呢，邪魔歪道也是不能这个摧毁的，也成为世间的这种因果处。然后我们刚才那个痛苦，也就是说众生的痛苦吸进我的身体的这种修法呢，就是叫做是那个悲无量心了。就悲无量心呢，就是相续当中具足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切佛法的根本都具足。大乘佛教里面这样讲的，就是佛陀呢，就是告诉这个弟子，就是只修依法呢，就是让这个获得圆满真觉果位。何谓依法呢？就是大悲心。因为大悲心呢，最开始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个成佛的种子，中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随分因缘一样，最后呢，就是成了树上的庄稼。这一点大家都会明白的。所以这叫做是这个就是大悲心的这种修法。要么你们实在是这个菩提心修得非常困难的话，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修这个慈悲心啊，就是慈悲心。然后真正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呢，我前面也强调过，就是说呢，就是愿所有的这些众生啊，离开三界轮回的一切痛苦啊，就是因为你刚才慈悲喜舍这四无念心如果修得比较好的话呢，那菩提心修得就不会有困难的。如果我们前面的这个慈悲喜舍的这个修法没有修得成功的话呢，那虽然你在暂时可能就是遇到一个众生啊，或者说自己从众的一些众生全部获得快乐啊，就是可能自然会像的，但是你真正遇到你的关心不太好的人啊，或者说是有些人这个人和其他众生遇到的时候，你真正以菩提心来对待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呢，虽然发了菩提心，但是实际行动当中呢，你的母亲生病了呢，就是你马上就是想办法，就是把他解救啊，就是到医院里面，就是把自己钱呢，就是全部给他这样。但是普通的人就是生病了的话，那就是你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就是不愿意就是帮助他。然后你的怨恨那敌人就是如果生病呢，或者是说他遭受一些困难的话呢，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我们这个菩提心呢，因为刚才这个色无念心没有修好。如果色无念心修好的话呢，那么就是虽然你还没有得到这个依地菩萨的果位，你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凡夫人，但是呢，从你的这个修行的境界来讲呢，就应该就是跟我们这个父母跟其他的众生是不会有任何差别。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认为自己修得很高的这个境界。现在实践当中的有些人呢，稍微修一点佛啊，学一点佛，整天都是讲一些这个神通啊、天眼呐啊，然后我看到这个看到那个，就经常都是做这些没有必要的。我们境界很低的，就是真的在实际行动当中的话，那就是我们看见一个可怜的众生的时候，你就心里面说是多可怜呐、多可怜呐，就会这样说的。但实际行动当中真正去跟自己的母亲一样去救的话，那就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现在大乘佛法修的还是差远，应该大家就是要知道这一点。因此我们佛教徒呢，
不要把这个佛教看作一种这个圣化，也不要就觉得啊，像我们这样的人都是永远也是修不成啊，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没有这个因缘，没有这个机会，也不能就是这样的小看自己，歧视自己。实际上每一个人呢，只要下功夫，应该都有这个殊胜的因缘啊，就是都有这个殊胜的因缘。所以说呢啊，这就是我们就是大好这个四无量心的基础啊，就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大好这个基础之后呢，你就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一定要就是修菩提心。修菩提心呢，就是愿众生就是愿他离开就是痛苦，然后愿这个众生呢就是获得这个佛果，就这是两种这个条件。那么啊，光是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众生呢很可怜的，我也想帮助他，他是不是菩提心呢？也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菩提心的两种条件呢，就是要愿复果。什么叫做愿复果呢？这个众生呢，就是将来就是但愿他获得了这个佛的这个果位，但愿他呢离开三界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所以为了就是到达这样的目的的话呢，那么我这个心甘情愿要做一切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佛陀的这个教王经呢，就是佛陀专门有一种教王经，那个教王经里面呢，就是说菩萨界的这个学处，尤其是愿菩提心的学处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的。自他所作的一切善根呢，就是进行随喜，然后随喜之后呢，就是回向发愿呢，就是叫这个愿菩提心的学处。然后心菩提心呢，尽心尽力的心持六度观心，这叫心菩提心。所以我们现在实际当中呢，就可能有些人的真的这个做不到啊，就是做不到。因此呢，大家也不要认为说我这个境界很高，就是其实我们真正的这个修菩提心，不要说神意菩提心、实数菩提心呢，大家都可能修得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这个修，修菩提心的，哪怕是你一刹那间当中，或者说是十分钟当中啊，你这样做禅的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有些人每天都说啊，我要这个早上起来做禅，什么观想都观想不来，就是光是你这样闭着眼睛没有用的啊，这个不是很重要的。现在初学者呢，就最需要的就是要修这个自他交换，修是要修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七种教言啊，就这样的教言，你反反复复修持自相续当中，菩提心呢肯定会这个升起来啊。就这一点呢啊，我认为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希望呢我们以后啊就是每天都是自己最少也是短短的时间当中要想一想这个就是菩提心。其实菩提心没有什么不会这个修的，就按照羌弥仁波切的那样，我再次次重复的话呢，就像你次无量心和被无量心通过这个呼吸来再次观想的话，这一点我觉得是任何一个老菩萨也是会这个修的啊。就是你70岁、80岁的有些老菩萨也是，你这个呼吸呢，就是肯定会就是观想，就是那么这种功德呢，就是一般的任何一种功德都就是比不上的啊，比不上。所以现在佛教界当中呢，有些人就是对这个天眼啊，就是对这个神通啊，就是很强调，就是一说菩提心的时候呢，就好像不太重视，但这种做法是不太好的。有些教员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像以前的那个大天比丘啊，大天比丘的话呢，他有八大不共的这个共同的成就，什么这个天眼神通都已经具足了，正因为他具足这样呢，就是最后的他造的这个业比较多的啊，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说大家呢不要这个吸取一些这个外向上的东西，应该实在的在心底上呢就是下一点这个功夫，大家好好的这个忏悔啊。其实忏悔呢也是菩提心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啊。有些教演书里面呢也是这样讲的，我们相续当中有了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你的罪业再大也是通过方便方法呢就是可以这个消除。如果你没有菩提心来摄持的话呢，你再怎么样忏悔也是不行的啊。就是羌弥仁波切有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是比如说一个铁的丸子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你放在水里面的话呢就是会这个掉下去的。那么这个菩提心就是没有摄持的这个罪业呢，虽然是很小很小，但是呢你一造罪以后的话，这个众生呢就像铁丸子一样会堕落下去。
如果空心的这个铁管子呢特别特别大，但是你放在穗里面，如果里面是空心的话呢，它会飘在这个穗上面的。同样的道理，虽然你造的叶子非常的可怕，但是如果以菩提心来色测的话呢，那么不会堕下去的，不会堕下去的。这是一个就非常好的一种比喻。因此呢，大家应该就是念金刚萨埵心咒来好好的忏悔。你们也是属于就是这个就大城市里面的人呢，就可能从小到现在造了很多的这种恶业就不管是你这个耻辱也好，杀生也好，做很多这个一些非法的这个事情呢，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忏悔的话，自己未来的这个这种自己的命运呢，就到底是怎么样过，非常难受的。这个因果是非常可怕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是你们信不信的这个原因了。真的，你造了这个种子的话呢，那就是因果是肯定会出现的，只不过是你自己不发现而已的。那你自己不发现，不能就是你，就随随便便这样做啊。做的话呢，那就非常愚蠢的一种行为。因此呢，大家也是非常荣幸的遇到这么殊胜的这个佛法，就是遇到了这样佛法之后呢，就是大家应该以这个菩提心来摄持修行啊。就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这个修行的话呢，的的确确我们得了这么好的这个人生，遇到了这么好的这个佛法是非常这个可惜的。因此，我个人呢，都经常的从发自内心的这样想的，即使当中呢，就是幸好就是遇到就是像法王如意宝那样的，就是真正让支持这个解脱的这种道路的这个上师，那么同时也遇到了就是这么好的这个正法，否则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就是茫茫无际的这个人海当中啊，如果遇到了一些邪知识，遇到了一些邪法的话呢，我的心呢就是可能随着这个外境而转，就是结果呢就是自己就是陷得越来越深，就是最后就无可救药，就是会变成这样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也是这个遇到佛法的的确确是不容易的。那么现在呢，不要就是浪费自己的这种人生，一定要就是学习一些佛法，要信持一些善法。信持善法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在这个性相上这个做啊，就是一定要实际当中就是要这个观想这个佛陀，修行菩提心，修行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哪怕是一刹那间五分钟的这种功德呢，也是在形象的有些功德呢，就是完全是比不上，就不能就是比得上他的这个功德的万分。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就是也是一个殊胜的因缘吧，大家遇到了这样的大乘佛吧。但是我们没有实际的去修持的话呢，其实菩提心的功德的是会摧毁饶着的。但是你天天的是没有观想啊，天天的是没有去做呢，也实际上是有点这个可惜。因此，我今天呢也是顺便就是强调大家这个修行菩提心。那么菩提心的这个具体的有些修法呢，就是大圆满千心当中也是有的，还有那个行心修习三住三引导文当中也是有，没有什么这个不会的，就是一定会是能这个就修得起来的。刚开始的时候做任何事情呢，也会有一点困难，比如说我们修一间房子呢，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挖地基啊、设计啊、就是搞建筑很多方面的麻烦，但是你打好基础之后呢，就是很顺的。任何一个修行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还没有调整，然后你要就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大家的就有困难重重，但是你真的要去修的时候呢，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困难。因此呢我也希望我们这里学任何一个教派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释迦牟尼佛的任何一个宗派呢，显发菩提心，中间积累资粮，最后成佛果，这是宗派方面部分的啊。不要认为说我是谁学这个上师的，我是学那个教派的，我可能不需要修菩提心，不要这么认为，你自己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如果别人欺骗自己的话呢，那就没办法的。但是自己欺骗自己呢，就是那就这个世界上是谁会救你呢？因此呢，大家也是得到了人生，既然遇到了这个佛法的话，还是要这个学一点，否则的话那就是真的是遇到这个如意宝，你没有就是使用它的这个价值一样，就是非常的这个遗憾。因此呢就今天呢就是顺便就是强调一下，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修行这个菩提心呢。但愿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升起呢真正的这个真实无为的这种这个实属菩提心，然后在此的这个努力之后呢，
就是一旦在相续当中也升起呢，就是远离一切细轮的，就生于这个菩提心。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呢，也是会自然而然会这个形成的啊，就是也是自然而然会形成的。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也顺便就是跟大家讲这么几句，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啊。当中讲到就是那个呼吸那个修四无量心的方法，然后呢，实际上我听了以后，我有一个小的顾虑，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大德他们在那个就是因为他们发菩提心，然后那个体带都很受苦，身体变得比较差吧。一般来讲，这是肯定不会有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有些大的身体不好呢，也不一定是，这个观菩提心，观的太多了，这个可能不是，应该讲就是菩提心的力量和功德是非常大的，而且这是一种翘举型的修法，所以呢，这个前除自己的，因为即使说你这个身体不好的话，我们发了菩提心的，只要众生的这个痛苦，众生的。这种恶业坚强的话呢，就是我们应该有发心，应该有毅力，就是心甘情愿，我就代说，我身体不好也是可以的，我们应该这样，想。但实际上呢，因为你观得太多了，最后你身体就不能起来了，就是不会有这种状况。好，谢谢看护。就是说了，有很多的道友说了。比如说我们身体上呢，由于过去做了很多恶业，所以呢造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果啊，就是受很多的痛苦啊，比如说这个烦恼啊，或者身体有病啊，或者干啥，那么就请这个上师呢给加持。那么有的人就说，这一加持呢，我这个业呢就到了这个上师身上了，那么上师身上就出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说老实话，我是不敢请上次给我加持，因为不要笑嘛，真的是这样。那你像上次这么累这么忙的话，我们再把我们自己的业，到让上师来受果，这实在是太残忍的事情，不应该如此。但是呢，从法本上又说了，那么自己由于这个自己说的这个业啊，这个业呢是种下的一种因。或者是善因，或者是恶业，那么你自己种下的恶业也好，善因也好，啊，将来遇到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呢，自己的业果呢，自己能受的，别人是不能帮你的，你也不可以转到别人身上。所以我这个事情，想了很半天了，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好像说的有点矛盾，怎么我再给。道友之间讨论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希望呢，这个上师给我们开示。是这样的，那个，如果身体不好，让上师加持呢，上师肯定不会痛的。这个因为上师呢没有。造恶业，一般我们的这个病呢，就是前世就是害众生了，前世杀众生了，也有这么一类。还有一种呢，偶尔的，就是寄生当中四大不调啊，就这种现象都是有的。所以上师加持以后呢，就是马上那个病跑到上师身上，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什么没有的。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这个医生就是治疗的时候呢，就是。那么病人的病全部跑到医生身上的话，那所有的医生也不敢看病。所以作为这个上师的话，那就是他是祈求这个三宝的加持，让你的这个相续当中的一些邪魔歪道啊，或者说是一切这个四大不调的一些现象呢，通过加持以后呢，也可以就是去掉的。那有些呢，就自己前世当中真的造了业，你杀害这个众生的话呢，你必须通过自己的。精神的这种身体的痛苦来就是赔偿的，这种呢，可能上师的这个做了加持也不一定是，就是马上就是见效的。但不管怎么样呢，
对这个伤势不会添麻烦的，就是尽量的让他们加持。也是因为我呢学佛法不久，我很多事情也是不懂的，但是呢我是对学法呢我是娱乐的，而且我很有信心，但是这个中间呢有很多的问题，这个呢我现在大胆的提出来啊，不知道对不对啊。我看到那个大圆满情形里头也说了哈，反正是我记不清楚啊，我今年77岁了，这个脑子一点都不行，那么他呢，反正有说呢，有好像有一个人呢，就拿个石头就打一个狗，打那个狗呢，那最后呢，上师就给他叫，就是说把这个狗的这个伤害呢，就整到我的身上来，最后把身上一看，确实那个就是谁哈，我记不清楚，真的他身上有一个格了，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是哦，这个有点严重。是这样的，这个呢，我们那个，藏传佛教当中呢也是这样讲，在这个修行菩提心的时候呢，将众生的这种痛苦自己代数，这种修法的窍诀呢是有的。前行当中也是阿底峡尊者的上师，就是他是这样这个接受。那么接受的意思呢，就是说，让众生的这种痛苦呢，就是自己就是代受，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呢，真正的这个上师啊，如果有这方面的，就将众生的这种痛苦，就是比如说别人用别人打鼓，然后这种，这个攀升当中的身体的痛苦自己接受的话，那自己会不会特别痛呢？就是在现象上是可能会，就是说是啊，我这里哎呦呦很痛啊这样的。但实际当中的话呢，有了这样的能力呢，就不会痛的。这一点是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光传都会这个清楚的。因此呢，就是接受别人的痛苦，有这样的能力的上师也好，或者是其他大成就者的话呢，那么对他来讲是这是非常这个轻易的事情。只不过是将众生的这个痛苦呢，就归为己有。这就是诸佛菩萨的一种修道当中的一种这个现象，因此呢，就这也是在现象上是肯定做的，但是呢，对他来讲是不会有麻烦的。这是给我们大家显示的是吧？对。对，你也是这样想的是吧？我也这样想。丁力上师，有两个问题，请问一下上师，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四不量行好，原来就说那个是获得梵天果位的因好。我们这个四不量行，但是现在看的就是确实是成佛的因好，它是一个菩提的前行，有时候看到确实非常那个无量哈。这个界限是怎么分的哈？因为是梵天，为什么他就说修四不量正得到了一个梵天的果位，而我们现在呢，就是做一个正行，做一个菩提的前行啊，做一个菩提的正行来修持，这个是有时候这个不知道这个怎么分的啊，先上次开始一下。其实他那个四众无量行呢，也叫做是四梵住。四梵住的话呢，在这个居士论当中就讲的比较广，因为梵天呢，他认为是三界轮回的一切众生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他的这个子女，就是他这样这个认为的。然后他观者呢，就所有的众生是他的。那么我们呢，发大乘菩提心的时候也是观者，这个所有的众生是自己的这个父母，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个梵天呢，就是按照这个孝成的观点来讲的话，他并没有就是认为是所有的众生让他获得无量的佛果啊，就是没有这样的心的，所以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因为孝成里面也是观怎样的这种心态呢，他所有的众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当时呢，他也认为是，这就是所有的三界众生呢，是我的这个儿女，让他们获得快乐。这样的这种发心呢，还是有一定的功德，因为他愿众生获得快乐。但我们菩提真正的菩提心呢，已经超出了这四无量行。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愿一切众生获得佛果。所以，他也叫做四梵住，但是以四梵住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愿众生获得佛果。我听了你的那个修心的开示，那个是无量心，那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困扰，就是说，对我的父母我可以起这个心，包括我的愿力，但是我觉得，我周围所有的人，如果让我所有的人一起对他们来修是无量心，
感觉一下子很困难。那可不可以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对某一个人之前我起过嗔恨心了，我就针对这个我曾经起过嗔恨心的人，我对他来修是无量心，修慈爱喜舍四心来那个这样来修我的菩提心，可不可以？应该是可以的，因为这是就是不定这个事件的，就是什么时候就是对哪一个众生你就是修得比较成功的时候呢，又换一个这个角度，所以并没有这个固定呢，就是今天就是必须要把全部修完，就是没有这样的，就根据自己的这种心态呢，就进行修持，就这样之后逐渐这个修行的范围可以扩大的。啊，谢谢开播。Yeah.